篮球世界杯来了，小编已为你备好看球攻略。30日，2019篮球世界杯在北京举行开幕式。说到看球，尤其是看世界杯类型的赛事，熬夜加爆肝经常是球迷心中挥之不去的痛。不过，本届赛事在中国举办，大家不必再为时差发愁。无论是追球队的还是粉球星的，都能舒舒服服的在每晚黄金时间点上几瓶饮料，买上两袋零食，备上几颗速效救心丸，享受属于自己的篮球盛宴。当然，本届赛事受关注程度最高的还是东道主中国队。小组赛阶段，中国男篮将与科特迪瓦队、波兰队以及委内瑞拉队争夺出线权。如果你想为中国男篮加油，或想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，可在文末评论区留言，与网友们一起讨论篮球世界杯。